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10月28号的《原视晚间新闻》。周末假日，很多人会想要前往公园绿地，不过新北市一处原住民生态公园却被批评像废墟。市府官员跟民意代表今天前往会刊，旅居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的卑南族人大集合举行文化活动，轻松快乐社交联谊，也关心嘎地部反迁葬议题。加拿大西北部外海在台湾时间早上11点发生规模7.7的强震，最靠近震央的就是加拿大第一民族海达族的分布地，所幸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重大灾情。今天是假日，很多都会区的观众朋友可能都会想要趁假日到公园走一走，不过在新北市却有一处难得的绿地遭到民众批评，看起来好像废墟，地点就是新北市土城的原住民生态公园。住在新北市的原住民族观众朋友，或许您其实并不常到这个地点。假日在今天有人不休息，包括民意代表就跟新北市府官员前往现场会刊，看看礼拜天的土城原住民族生态公园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原住民生态公园，我们强调的就是生态哈，所以它这个公园呐哈，是以生态，所以地面呐哈是那个翠石子哦，就透水哈。由新北市土城区长带领之下，来说明新北市土城原住民族生态公园的现况。市府秘书长以及各局处长官、新北市议员杨春妹、宜将拔鹿儿等人前往会刊，第一站就来到土城原住民族生态公园。一踏进生态公园，有市议员布满的14组卡通版的人形公仔，还有园内的凉亭、围栏、步道等设施都是以原木制作，呈现浓浓原住民族的风貌。不过两位议员都认为园内设施大多严重损坏，不堪使用，这样的环境对民众使用安全上造成严重的威胁，要求市府尽速改善。一个木头不管它是要保存我们原住民文化的那样的风味，还是用石头去做，安全性都胜于所有的问题。那当然是所有自然生态也是我们要保护到的，沿路上的路也是曲曲的。我们正在用餐的时候下了倾盆大雨，所以很多的耆老头目在这边用餐，那个雨水跟汤哈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今天经过整个会刊以后，把基础设施把它整个再做一个修复跟定期的维修。民国95年落成，园内有萤火虫富裕池、蝴蝶谷等自然生态环境相当丰富，但是启用到现在不满6年，发现市府没有管理，杂草丛生。不过市府表示，由于是生态公园，所以所有的植物要保持原有的样貌是最理想的。至于整修不堪使用的公共设施，市府会尽快解决改善。那还有相关的道路需要铺平的都有，那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好，所以包括说一些凉亭不要让它漏水，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架子腐朽的，我们都会来做调整。最后新北市区公所及新北市原民局会再做全面勘查，并且改善设施不全或设置安全防护设备，以及符合原住民族风貌的原住民族生态公园，并且会再加强全新北市原住民族的公园管理及维护，在明年度会尽快整修完毕。记者人算马耀，新北市土城采访报道。不过在高雄却有一条桥举行了通车典礼之后却即刻封闭不能用，这是位在高雄市山林区台21线上的火山桥。这座桥3年前因为莫拉克风灾被冲毁，灾后获得中国民间的捐款，在昨天举行热热闹闹的通车典礼，而且还邀请代转捐款的海协会副会长郑立忠来参加剪彩，没有想到通车典礼之后却立刻就把桥封起来，禁止通行。地方的民代就质疑，这是不是为了配合郑立忠的行程，才特别举办这个不能通车的通车典礼？不过，行政重建会回应，火山新桥是由台湾的民间团体台湾妈祖联谊会援助建造，为了配合他们的会员大会，才会提前举行通车典礼。目前公路总局跟民间团体正在进行验收跟交接，火山桥最快11月15号可以正式通车。加拿大西北部外海的 Queen Charlotte Islands 附近呢，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
11点左右发生了规模7.7的强震，这是一个加拿大第一民族海达族的分布地点，是加拿大的偏远地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传出重大伤亡，但是有部分地区进入了海啸警戒的范围。第一波海啸已经在台湾时间下午4点半左右抵达夏威夷，不过高度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没有太大的威胁。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一起规模7.7的强震，震央距离加拿大卑诗省马赛特南部139公里，震源深度17.5公里，是属于浅层地震。但美国国家气象局随后就针对卑诗省的西部、阿拉斯加的南部、加州的北部、奥勒冈还有华盛顿州的沿海发布海啸警报。而在主震发生之后，一直到目前为止，陆陆续续已经发生了10多次的余震，余震不断的情形，尤其在原住民族地区的影响，可能还要再持续好几天。旅居桃园、新北市、台北市的卑南族人今天聚集在新北市的树林，就跟在东部的时候一样，卑南族的文化活动也可以看见阿美族人加入。族人齐声合唱庆年祭的歌声回荡，代表卑南族的花环旗帜就在风中飘扬。由新北市卑南族发展协会主办的比利尤麦亚旅北年祭在新北市树林区展开，由斯卡罗青年会的勇士们带来精神舞揭开序幕，然后代表台东各部落的旅北族人各自献上不同的乐舞来庆祝。目前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哈，差不多有快200多个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北部所有的旅北的卑南族来凝聚在这里，来共襄盛举，作为一个传承的活动。即使天是有点冷，但是族人的热情丝毫不减。活动除了旅北工作的年轻人为主要人口，也有在北部读书的小孩子们一起来庆祝年纪。传承这次旅北年纪活动，也邀请旅北的阿美族人参与，除了跳传统的猎舞表演之外，还配合了时下最火红的韩国骑马舞，炒热气氛。可以唱歌跳舞，跟族人在一起传承文化。那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原住民的特色。从桃园县、新北市以及台北市聚集过来的族人约有200人。一早开始，大家各自表演舞蹈节目，下午还举办卡拉 OK 自由发挥欢唱、传统编织花环竞赛以及搭建野外猎寮竞赛。联合年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延续卑南族的传统内涵，说到文化传承，就像代表成年传统皮肤上鲜艳的红色。青年们虽然旅居在外，但谈到卡壁布反迁葬问题，更是十分愤慨。美化这个公墓的时候，其实我们很乐意接受，但是你们的态度是常常是用欺骗的方式，然后很不尊重我们部落的族人。在不了解情况底下呢，贸然的就是侵犯我们的圣地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很严厉的抗议，因为没有祖灵就没有文化。由旅北工作的卑南族青年人组成的斯卡罗青年会，在新北市地区发展传承卑南族文化，包括筹办族人团聚活动，以及每周教导在都市读书的孩子们说族语、唱古调。青年会成员希望旅北的年纪可以像故乡台东的联合年纪一样，吸引越来越多的旅外族人参与，在都市打拼与读书的族人能够不忘祖先的叮咛和部落文化的传承。记者龚龙八号，新北市树林采访报道。好，这是都会区的卑南族人，而另外从花东移民到桃园的原住民族人口也越来越多。桃园已经成为台湾西部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而且大部分是阿美族人。今天来自各部落的旅北同乡会相聚在一起，现场超过500人。小朋友身穿阿美族服饰，动作生疏地跟着前面的长辈们，为了要跟上脚步还不时脱队，模样相当的可爱。这是居住在北部的都兰部落族人，每年由各县市所属的同乡会轮流举办的文化传承联合活动。大手牵着小手，头目拿着麦克风领唱，目的就是要借由观摩学习的方式来文化传承。在都市里面很少回去参与，每一年的7月份都很少回去，所以我们在这个都市这边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还有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里已经没有年龄阶级了，所以纯粹是文化传承，所以我们很希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接触这个文化。对于吕北的都兰部落族人而言，这是一场盛事，邀请了部落的几位耆老北上共享盛举，前人头目看了相当的感动。本来是很疲劳的，可是看到我们的支持孙孙精神都很百倍都活泼啊，我们就忘记我们的这个辛劳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回到家乡参加丰年祭，这样的吕北联合活动是一个重温学习的机会，重新凝聚族人的向心力。来自都兰部落的歌手苏命也与部落族人手牵着手跳到祭典结束。很开心，很开心跟部落的人一起聚在一起啊，一年一度难得大家在一起聚在这里，很开心。很多族人为了生活离乡背井来到都会区，形成了都会区的新原住民族部落形态，借由活动让下一代持续传承教育部落文化，不要忘本。记者南帅马耀桃园市采访报道。嘉义阿里山乡公所今天则是选在达邦部落举办生命斗祭的活动。其实现在的生命斗祭已经是一个观光活动，最希望的就是人潮越多越好。由阿里山乡公所在达邦部落举办的生命斗祭，现场也有许多的族人摆设的摊贩。族人就表示，今年无论是在摊贩的买气或游客人潮，都比前几届来得多。不到中午，就将自己贩卖的农特产品或是手工艺品销售一空。我九点已经把我早上全部采的菜都全部卖完了。今年在达邦这边是，就是全部就是在一个广场这样子举办。以往的话比较来的，比较的话是。在这个广场这边比较大嘛，所以说人也比较多。由于前几届在婚礼表演、摊放场地的位置设计都比较分散，今年集中在操场上，人潮就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参与的族人表示，场地摆设过于拥挤。今年的场地设计是比较拥挤一点的。去年在三美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摊位，他们那个摆设的那个方式比较不会像现在这么拥挤，都。因为他就逛一圈这样子，然后就没有了。已经迈入第十年的生命斗祭，虽然不是传统的邹族祭仪，而是一个以邹族集体婚礼为主轴。无论活动场地设计的好坏，都希望以不一样的方式能够让游客走进部落。记者丹尼乌溜嘉义阿里山采访报道。而在周末假日，在花莲卓溪乡也有德鲁古还有塞杰的族人举行文化活动。纱纺纱织布捣米，宜山国小小朋友展演出泰鲁格族部落妇女织布的文化内容。开幕式中，部落头目特别代表族人向祖灵祈福，献上丰收的农作物。部落勇士也鸣枪揭开活动序幕。卓溪乡今年度的泰鲁格族赛德克族民俗文化暨传统竞技赛，特别邀请了万荣、秀林、吕北协会的泰鲁格族、赛德克族人及卓溪乡的布农族人共同参加，现场挤满人潮。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大家呢凝聚。这个故事不要忘记我们族人留给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的文化。用力拿着杵，两个人默契搭配，一上一下快速捣米，然后由妇女塞米。这次活动中也分别举行多项传统竞技比赛，静态部分也有传统手工艺品的展示及展售。因为我们时常哈这都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啦，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倒起来就是轻轻松松的这样子。现场的茅草屋里特别安排了体验活动，由立山国小的学生负责解说泰鲁格族及赛德克族的木琴、口簧琴及织布文化。我们这边是在做口簧琴跟木琴的体验，它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传统乐器是怎么使用，听我们传统乐器是多么的好听，然后也不会让我们的乐器失传。这是赛德克跟泰鲁格的苎麻节，就是泰鲁格族赛德克族在深秋冬初最盛大的祭典，也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祭仪。不过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及多元社会文化的冲击，族人对传统文化祭典所传承的价值变得模糊。卓溪乡公所特别于这个时候举办泰鲁格族赛德克族的民俗文化暨传统竞赛，希望延续传统的文化。记者法务花莲卓溪采访报道。达悟族，也就是雅美族人，则是谦卑地传承祖先的歌谣。
在台上深情款款认真吟唱着传统歌谣。这次莱恩文教基金会10月27号在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第17届传统歌谣及第9届传统母语神话说故事比赛，前来参加比赛的选手盛装穿传统服饰，总共吸引乡内约300位族人共襄盛举。是希望就是母语可以传承，好，因为老人唱的文言文跟儿童唱的比较简单的那种文法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借这个场合，就是他们可以学到老人他们比较优美的那种文言文部分，虽然可能大部分的人小朋友是听不懂的，但是他可以去感受那个语言的美。这次比赛分为兰屿传统歌谣及族语说故事，并分为儿童组、青少年组、中年组及松年组，还有非兰屿雅美族人也来参加比赛。不同以往，就是今年特别增加亲子组。第一次参加的小朋友面对这么多观众，有的害羞往母亲身上靠，有的则是诙谐演出，也让现场气氛相当温馨。对，唱得好不好？不好。为什么？后面我说错了，就是说，大家换一些新鲜的，哎，那个我传统歌谣部分，那我是尽量以创作为主。比赛中也特别穿插了摸彩活动。兰屿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表示，比赛名次并不重要，主要是透过族人共聚的活动，让小朋友对族语产生兴趣及相互学习，同时也将族语传承永续。记者小美达森台东兰屿采访报道。屏东兰屿乡的排湾族人要推销部落里面的手工艺，就特别前往高雄市的高铁站跳勇士舞，吸引了不少目光。乡古楼部落青年勇士们穿着排湾族传统服饰，出其不意的在高铁站内站外大跳勇士舞，不但惹来了警卫及服务人员的关注，也吸引了不少人潮。街头办四处宣传排湾族歌舞，目的就是要吸引旅客前来观赏排湾文创商品特展。这群利用假日主动参与部落宣传团队的青年们，为整个策展带来了活力与目光。年轻人们自己都很主动的说要去为部落做一个服务的心，嘿，就大家觉得为部落服务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对，我只是以前没有一个平台去让我们去做这些事，可是现在有了古楼青年会，我们有了这个平台，我们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兰屿乡公所长期与许多百货公司合作，这次争取到举办太阳之子排湾文创特展。由于太阳与水是兰屿乡排湾族不可或缺的生命资源，因此借由策展也将文化意念传达至都会区，同时邀集乡内工作坊前来摆摊，而青年会以闪舞方式宣传更为今年行销特色之一。最好的产品，好的销售量的一个产品就会放在百货公司。主要的就是我们想要从我们的行销策略当中，找寻我们适合我们行销的一个方式。在大家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大家公益坊的努力，相信在未来，兰屿乡的文创产业一定会有它未来发展的空间。我最开心的应该是说，整个大家好像是兰屿乡这样动起来，然后大家各司其职去完成这个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文创策展。排湾族祭师以部落报讯方式告知太阳神祖灵策展活动的举办，并为活动祈福。这次彩虹市集的义卖策展，兰屿乡完全运用在地艺术家行销团队，不再依赖外包委办的方式，希望让族人共同合作，呈现才华与能力，一同为兰屿乡拼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好，到了明天礼拜一，很多人要关注的就是与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劳工朋友息息相关的民生议题。在今天，因为不满政府推出多项不利劳工的政策，包括放宽外籍劳工的比例、基本工资月薪不调整等等，有20多个劳工团体，超过2000人，今天下午走上街头，到总统府前抗议政府无能，在凯达格兰大道丢鸡蛋，还一度跟警方爆发冲突。
一颗颗事先准备好的鸡蛋朝总统府奋力往前丢，甚至有人疑似丢出紫色烟雾弹，造成警民冲突，场面一度火爆。因为不满物价飞涨，只有薪资冻涨，超过2000名劳工团体下午一起走上街头，到总统府前抗议政府无能。其中由联福之一、东林电子等工人组成的全国官场工人连线，更以六步一跪的苦行方式，控诉政府牺牲劳工，只为了替财团拼经济。政府呢，要关心这个劳工的资退问题，不能跟15年前一样，只看得到，拿不到。劳工团体表示，他们不反对拼经济，但政府提出的工资冻涨、外劳松绑、劳保濒临破产，以及基本工资本外劳可能脱钩等政策，如同倒退30年，走回追逐廉价劳工的发展模式，完全无视本国劳工的生存权。他们要求政府调涨基本工资，并将退休金、资遣费纳入积欠工资垫偿范围。阿宝，你就亏损的话，你就直接提拨，立法提拨，不要只有劳保没有提拨。没有保障，这样不公平。这么多的外劳要能够禁止禁用，到造成产业的可以升级，不然我们认为这些恶的政策再下去，只会造成台湾整个完蛋。面对劳工的诉求，劳委会表示尊重。目前基本工资调涨，行政院已经定案，至于劳保给付修正方案还在研议，但一定会尽力维护劳工的权益。记者吴雅瑜、林国煌台报道。另外要提供给您最新的消息，就是国内又出现了口蹄疫的疫情。农委会防检局发布，宜兰县通报2座养猪场爆发疑似口蹄疫的案例，初步调查证实有一场曾经有病毒活动，另外一场则是检出病毒核酸。宜兰防检所立刻依照规定扑杀蹄部异常铜蓝猪只，总共381头，同时管制人员进出，而且进行清洁消毒，还有疫苗的补强注射。这是在今天最新的消息。继续要为您整理的是山海气象。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天气有一些变化，台湾的北部宜兰降雨的情况比较明显，同时温度还一路往下掉。气象局也表示，到了下个礼拜二会有另外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不但温度会降到20度以下，全台各地都可能会下大雨。秋季的天气变化大，同时东北季风停留的时间也不长，民众对于温度的转变要多加留意，以免受凉感冒了。继续要为您整理明天各地的天气预测。
在今天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阿美族的 Glass， 祝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我们明天再会。合宜住宅咨询专线，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合宜住宅成购申办简单四步骤：一、查询是否符合资格；二、备妥文件；三、向户籍所在地之政府主管机关申办；四、收到证明于期限内办理合宜住宅登记。简单四步骤，轻松购好屋。回想起当初要找个好保姆，真是不容易。拍谁拍谁，已经晚了啦！老婆老婆，我问到了。老公，这路程好像太远了。不要急，慢慢来。找社区保姆系统的保姆有三大保证：专业训练、定期健康检查、无重大犯罪记录。保姆用心，父母安心。天真无邪，开心玩乐，嬉笑是美。